Hello，大家好。待会呢，我要跟姐姐去买圣诞树，因为已经11月底了，所以打算做个圣诞树，自己装扮一下。大概打扮了一下，现在准备下去了。我忘了带手机了。1:37 later。这里有很多东西，因为爸爸妈妈在做饭，晚上会有很多客人们、叔叔阿姨过来聚餐。我现在呢要准备做一会儿作业，然后等一下等姐姐过来接我，然后再去买圣诞树。Several song-filled hours later， 我现在要准备出门了，我在喝这个奶茶。去想一下外套穿什么呢？今天还挺冷的，那穿这个吧，最厚的。跟姐姐说一下。跟那个阿婆奶奶一样。What？哦，好喜欢这个小扣子啊！你们看，这里有个小扣子，好可爱啊！外面下雨，我讨厌下雨天。我现在很纠结，我要打开我的小车车，然后冲到那边，希望不要把我的相机给淋到。现在我的雨伞就这样子挂着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它。完了，哇塞，那个车在抖动，所以这个也跟着一起抖动，也太搞笑了吧。好了，出发啦。我希望我的相机不要掉好吗？请你乖乖待在这里，不要掉。我到了，姐姐还没到。我这里正好还有个空位，希望姐姐能赶上这个空位。我就在车里等等她，我有点要挤。今天我的眼袋特别特别的重，这是什么 bug 吗？1 eternity later， 这位终于过来了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过来买圣诞树。我们现在去看看。哎，怎么放大？你要走的，你得干嘛？告你了！什么？告你了！这就是那个圣诞树区域。哦，我们买个这种小的吧。这个熊它会动。我去，很吓人。我们买好了，刚才选了很久，这个人在搬树，好，现在要准备过去算账了。我回家了，我们等一下要准备吃晚餐，爸爸做了一些好吃的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把桌子啊都清理干净啦，现在要开始搭树了。